有些人找他们，有些人，有时候我要跟他们，他们做的很棒。哎，我一天买了好多，很贵的，干嘛？就是，啊，两斤，两斤买了好多。
相信这些的呗。哎呀，我很奇怪了，我每年都翻三岁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输钱就输钱就相信这些。我输钱就相信这些啊。我不相信这些，我今年说吧，今年是输钱，所以赌什么输什么。那我妈叫我很大。没有啊，小的。昨天跟你讲我很大，三岁。啊，三岁。
没有玩，你说你们没有，因为这代没有人玩，没有人玩。我们现在是通知都不让玩。有些是玩那个没有吃牌是加进来或者是上面。哦，你说什么门清啊？